这眼睛看哪儿呢？我说这不是新做的发型吗？拿来。嗯？你大老爷们儿，上课拿个镜子干什么呀？我说这不怕发型乱了吗？好不容易整的。下课我拿回宿舍去啊。嗯，行。别给我带了。好嘞。啊？干什么什么都不行，就吃饭勤快点呢。那什么时候画画跟吃饭似的那么勤快？那画能差到哪儿去？那你一天吃水多饭试试。哎，你还学会顶嘴了是吧？手里什么？没手给我，翻过来。啊？我让你吃。别来跟着我努力，别来你。我说你干啥呢？啊，我这有点脏，有点脏。你干嘛呢？擦什么呢？你这舞跳的挺好啊！你擦什么呢？老公，你干什么呢？喂，上哪儿去啊？你让我。来，让我好好看看，画这么美啊！我的化妆品。啊！我的口红！等等，你听我说，我画越黑，我越美了。What？ 你骂谁呢？谁黑呀？老师，你别生气呀、啊！等我进去抖音卡，挂上那五一红包，都是给你买最红的口红，最白了。谁不知道那卡难得呀？等你集齐了，我还不坐那画一张呢？嗯？你还图我这？哎，这颜料可好用了，用。不用你试试，试试咋的？不用你还打我呀？不是，不用你试试，那试试就试试，你打我。嗯？滚！哎呀！东哥正在帮我打团战，马上到281就能领奖励了。快点，让老师过去。把这人掏出来。老师，你保鲜膜在他这儿，是他干的。你看，你还玩手机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看，恶心死了。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吗？恶心吗？把操场的鞋。